中国的女子团体 SH48 的首支国际化的小分队，由 SH48 七名成员赵月、孔孝颖、戴萌、我们的许杨、一卓，还有我的许佳琪、陈琳、张宇阁组成。在2017年的首度亮相后呢，是便深受粉丝和乐迷的高度关注，欢迎他们几位。来，欢迎诸位啊！现在我觉得在网络上的很多的粉丝都在关注他们了，也希望他们将来有更好的一些发展和更新的作品要带给我们。好，我们各位移步至我们的拍摄区。来，我们这停一下啊，这停一下。摄像老师，你们把他们吓到了，好吧，轻一点行不行？谢谢，谢谢啊。好好好，把七位美女吓到了，真的是。好好好，来。好的，来来来，我们中间还可以再采访、再拍摄。来来来，来到我们中间，要好好问一下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的几位啊，来有请各位哈，我们先分别让他们每个人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。对，来来来，打声招呼，打声招呼。从我身边的开始。这样吧，因为时间也简短一点哈，我们这样，可以打声招呼，同时说一下自己的特质是什么 ，Seven Senses， 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每个特质是什么？各自在组合当中是什么担当、嗯、？OK。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Seven Senses 的陈琳，我在组合里担当的是视觉担当。视觉担当 ，OK， 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Seven Senses 的触觉担当戴萌。然后在这里呢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 SH48 Seven Senses 的第三张专辑即将在9月底10月初跟大家见面。这张专辑呢，主打的是一个混合的概念。然后我们成员其实有亲自参与制作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接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。Seven Senses 的张宇阁，我在组合里是灵觉担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Seven Senses 的赵月阿 k i 在组合里面的担当是味觉担当，也是舞蹈担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Seven Senses 里面的 Kiki 许佳琪，嗅觉担当，也是舞蹈担当，还有 Melody Rap 担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Seven Senses 里面的听觉担当，也是 vocal 担当孔霄颖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Seven Senses 的视觉担当许杨、一卓，也是 rapper 担当和 vocal 担当。好的，谢谢，我是粉丝助理担当哈，谢谢。一会儿盛典见好吗？一会儿盛典见，谢谢诸位，谢谢。